Nobody, nobody look like me 他对这个有反应，看到吗？啊，有新衣服绝对不穿旧了。有咱们就来点，没有咱们就吃奶粉。有有的，哎呦呦，我们管它叫祖国版。春节礼物，过几年二妞也可以写。妹妹脸本来就这么大，我也没办法。哦，好吧。怎么你这卡姿兰大眼睛，没有一个人遗传我，这服了，哎，服了，我只是个送货的。瞅瞅你们，瞅瞅你们的小眼睛，怎么合计的呢？ Nobody, nobody look like me 我只是个送货的。我呢？大 baby 呢？我只是个一百个月的 baby， 一百来个月的 baby。OK， 来，军哥，哇哇哇！姐妈妈妹妹，哎呦哎呀妈！姐姐精神太好，你身上一股尿不湿味儿，给我换一下什么？挺好孩子，一股尿味儿，自己不觉得，自己觉得挺香，是不是？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挺香的？他对这个有反应，看到吗？啊啊哈哈，还 baby 呢？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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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他都没穿裙子。Nobody look like me， 你们都长得像你们爹地。押不押韵？押韵。你知道他为什么歪了？是吗？因为你太沉了，你一压这边歪了，哎哎哎，要倒了，你慢点。来，老娘助你一臂之力来了，这手哈这么灵，给他，哎呀，哎对，加油努力，拉屎要用力，拉不出来没关系，至少放个屁。到了。换尿布要看吗？这衣服绝了，相当凉快。来，吃饭呢，别给劲儿看哈，吃饭哈，坐一小会儿啊。Lucky 过来，别来了，聊钱。哎，这几个在这玩呢。哎，我看错了，原来他是五彩的。要盘子吃还是用碗吃？别提好吗？多尴尬！再不回钱，哥哥就懵了。废了。OK， 姐姐走了，跟姐姐拜拜喽，拜拜。看我这身装扮多么酷！哎呀，太有型了。今天我跟闺蜜约会，我想说自己坐 MRT 去，结果我老公说可以送我。哎呀，生活中的小确幸，哈。这点小事都可以让我很幸福了，知道吧？然后这是昨天买的衣服其中之一，袖子还没打干呢，我就硬要穿，让我女佣给它吹干的，存不住货呀。有新衣服绝对不穿旧的。上车。哎呀，我们的情侣眼镜贼帅。这帽子也是昨天买的，也是昨天吗？前天吧。前天晚上看到我女儿给我选的，她也喜欢，她等着蹭我的呢。现在就是我去哪里，我老公会看一下周围租车的，如果有合适的合适的 available 的车，他就会订。今天天气很好呢。蓝天白云的今天哈。我老公送我了，他现在走了，要去 level 33去吃饭，好久没去了，就是这里了。level 33，这次是朋友回请我，上次我不是招待他爸妈吗？他这次回请我。貌似有位置呢，very nice。
33楼。来，宝宝，站着。这椅子是挺高呀。那你告诉我，接下来镜头往哪儿移？眼镜一戴，贼的可爱。今天是5月4号，我在看刚刚上传的小妞的白天宴的视频。我买包，再给我买包，给我买300个。大大姨超搞笑，我真的。Lucky， 你不要给我破坏气氛好吗？喂，我一看这些就会觉得很美好。虽然现在小妞还小，她记不住，但是等她长大了之后，给她回放这些视频，就会知道那时候爸妈妈对她多用心。我希望小妞的成长的过程是一直被爱着的，被爱包围着，这样他长大也会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今天 Good night. 我最近在转移用这个相机拍，然后之后就要用电脑上的 Final Cut Pro 去剪辑了，要从剪起 Final Cut Pro。昨天和前天连着2天编辑视频，我的眼睛都快瞎了，在手机上编辑，用剪映去编。哎呀，虽然有粉丝夸我编得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好累啊，在手机上因为很小，你知道吗？那个字很小。换好衣服了。小家伙在等我。我们出去溜溜。搓小脚脚呢？你搓小脚脚呢？Let's go， 嘎嘎呀！哈，你的猪猪好可爱。哎呦，这急的！你等一会儿，妹妹没穿袜子，一会儿让蚊子咬。Good morning， 看到没有？坐轮椅的都这么要强。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去锻炼呢。啊 ，Lucky didn't see， Lucky didn't see， OK， let's go， 干杯了。这个大叔每天来你遛鸟了，每天遛鸟，自行车上驮好几个笼子。走了一圈了，你还在原地哈？哈 ？You very very slow. You lucky. You come lah. You don't scare him lah. Lucky. Come lucky. Lucky come. Come here. 哎呀 ，baby 呢 ？Hello.妈咪要去上班喽，阿佳，妈咪上班喽。窗帘打开，我的
的早餐，健康吧。玉米鸡蛋 salad， 然后今天女佣还煎了个豆腐。爷爷奶奶来看孩子。嗨，姐姐呀，唱不出来吗？哈哈哈哈哈！就是美丽啊，就是美丽啊！啊啊啊 ！Very strong， 咚咚咚。So, if you hear the music, I'm very often means that the legs can grow. Yeah. 现在又要陪孩子玩，又要陪狗玩，哎呀，一天天分身乏术的。Melody 呀，Melody 呀，阿姐阿姐呀，啊，谁的姐姐呢？谁的姐姐呀？哎呀，好了 ，Lucky， 敢吃醋。好了 ，Lucky， 你动他吃妹妹啊，过来。Stay. Stay. Stay here, huh? Don't touch 妹妹啊！我再让小哥哥帮我拆一个我们家的这个路灯，这个是前屋主的，跟我们家的风格不搭，所以我一直想拆。没事，那你帮我吸。全家出行，出去吃饭，又吃去那个上次那家面，然后今天带 baby 一起去，哎，女佣。哎呀，哎呀，小老虎的小袜子 ，He's so chill 哈，哎呦 ，You got your little fan 哈，哈哈。睡觉，睡觉，睡觉了。We sit behind 哈。哎呦 ，Boy so cute 哈 ，Baby 已经睡着了 ，Baby 睡着了，山飞山张山哎，我们又来到这里了，就是去上次那个吃面的地方。到这里了，给很多肉哎，好多肉，看。很实惠的这家，好，有点醒了，保姆在那捏 baby 的脸玩呢。哎呀，回到家了，刚才在这吃饭就没电了。吃完饭，刚才我们去又逛了那个上次买衣服的，前两天买衣服那家店，又买了三件，一件牛仔长的衣服外套。一件白色的麻布的上衣，这女佣强烈的推荐我买的。现在女佣已经逐渐控制我的生活了，有没有啊？对我穿什么都开始指手画脚了，有没有？女人看女人还是挺准的，她给我的建议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件黑色的裤子。Baby don't want me, huh? Yeah, baby don't want me. It's your baby already. 哈、huh? ，在家里就跟我哈， huh? 在外面就不让我喂哈。请了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把那个，哎呦，那几个三颗冒出来的钉子要给它 remove 一下。割了直冒火星子。割了直冒火星，真是吓人了。你要做鬼脸呐、啊，要跳舞啊，像我刚才那样跳的乱七八糟的，他最喜欢了、啊。小哥哥帮我给孩子安装那个餐椅，
这个就是 Storky 同款的，我们管它叫祖国版，要不然它原价太贵了。我们买的是我们国内的工厂做出来的，其实哈，它的木材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是榉木，一个是橡木，我选的是那个比较好一点的木头。总共加上配件搁一起都没超过1000块人民币。已经装好了。错了，也没什么味道。然后它还有一个安全带，我还没有系。然后它有一个餐盘，白色的。但这个餐盘如果装上去的话，就比较占空间，所以我现在先不安了。不同的高度的，这叫成长椅，就孩子从小到大这一个椅子就够了。这可以够麻辣地做到很大了。我们家的餐椅让它给咬得多惨，看到没有，挺好的餐椅让它给我咬的都见木头了，看到吗，这底下的这全都给我咬开了，谁干的啊 Lucky 哈，谁干的，臭咬 face。 If you put in front right、mm-hmm. If you put in front then followed by subject and then verbYou know, but if you put after the subject, huh, then it followed by verb. I occasionally do something, or occasionally I do something. Same, either way is fine. Huh? Okay, then. Then when occasionally is, sometime or like same. Correct. Often and frequently is. Very often, yeah, happen.So many times. Yeah. 怎么被抱到床上来了？ Baby 呢？算了，翻去。那你跟着你一起睡哈。对。Stupid Lucky, get up. 奶奶的怀里好可爱哟、哦、！Oh my god, 你们俩完全是差好多色号。看这手臂，看他的脸，你们两个颜色差好多哦。哦，哎这样，好笑对不对？行，醒了，早醒了。刚才。It's getting fixed, so yeah. 昨天打针，就今天早上一早，女佣摸着说有点热，我摸也是发烧了，孩子，哎呦还真热，倍儿好，热不热呀？难受不？他身上一次喂多少啊？3.4 ml。哟 ，slowly。哎呦呦！您的体温是37.5摄氏度。这不准呢、啊，脚有点凉。我觉得怎样，我摸起来我就知道了，差不多37度多。笑啥呢？发烧了的，知道不啥？
你觉得挺有意思是吗 ？So funny 啊！赶快退烧知道吧？你吃药的，不要往外吐，明不明白？你吐就没有用了，知道吗？嗯，知道哈。I love you, baby. 吃了药了，4到6个小时再吃第二次，到时候再看。才4:20。早安，今天是10号，5月10号。哎呀，这里有个小孩。H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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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生大宝的时候奶也仅够白天，晚上也是不够的，现在没那么年轻了，奶就更少了。不过我也不愿意折腾，不愿意让自己太焦虑，就是有奶就喂，没奶就拉倒，是吧？有咱们就来点，没有咱们就吃奶粉，一样的，对不？这不叫让孩子胖乎乎吗？对不对呀？干嘛那么焦虑呀？对不对呀？啥都能长，那才好孩子呢，对不？嗯，吃奶粉孩子长得还格外胖呢，是不是呀？哈，够他。The color and yellow color you see. Yeah. Very clean. Here if we put, 哎呀。Messy 哈。Oh, see here. Yeah. The color doesn't match. 花了25块钱又买了一个黄色的这个罩。好，哎呀，哎。嗯，这个黄色罩一套上去，哎呀 ，really nice 呢，哈。Yeah, nice. Yeah, I found. It's like another stroller already, huh? Yeah. New stroller too. Every day change. 哎呀 ，now we have blue, we have yellow, we have pink. 去改改。今天我们这个黄色的不错嘞，好看哈。Very good boy, Lucky. Baby sleepy already. 相机快报废了，来叫我朋友家的儿子给我霍霍的，螺丝都掉了。现在翻转屏那边不太好用啊。主管的问题还是那个小 Darren 过来了。你个瘦了，有人说你瘦了哈，说你帅了，还好啊。银河护卫队。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哈，还蛮感人的。看我的衣服哈，超酷的。啾啾。哈啾。耶耶。嗯，的米其林爸爸。哎 ，Lucky， 出来。不是给你的，女佣在收拾东西呢。孩子坐在小车车里，好玩吗，宝宝？好不好玩啊？10来块钱买的。我们接受我的母亲节礼物了吗？嗯，神马东西 ，just for you 哈。嗯，这个是爱你。这个是上面本来就有的。亲爱的妈妈。我很幸运，我能是你的孩子，我也很感激你能生下我。我长大后一定会报答你的。你看人姐姐写的词儿多好，嗯，你能干啥？你说说看，你除了能拉粑粑、到处尿、气我，你能干啥？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意思？你都闲了，你该去洗澡了。我还给你写作文呢。啊，我知道，但是你确实闲了，走。哎呀，好幸福啊！母亲节礼物，过几年二妞也可以写，两个人给我写小作文。